因为修行当我们心性上比较清净的原因，清净的时候，刚开始清净了一点的时候，别人说一件事，如果你一下子关注了，你就像印在身心里了，因为你那个镜子明了嘛。你镜子不明的时候，它模模糊糊的啊啊，你说啥呢？哦，还有这种事。如果镜子明了，他说啥你更敏锐，然后说完你留的印记更长，知道吧？比如说我修行以前，假如打坐，就修到清净的时候，就升起，假如自己觉得是透明的，坐在这儿，这个房间的东西会印到我身上啊。我走出去，在街上走了好几圈了，那个东西还没消失，就是这个扇子啊，这些东西印过来的图像都不消失。最小可能有时候停留15分钟、10几分钟才从身上消失掉，就是没有那个图片了，就印过来的，直接印过来。你都没动念的，有时候无意中，就是有时候他说你觉得这件事很恐怖，或者是突然有一念动了一念，他就会印过来。完事晚上你梦到很正常的，不怕的，这个还是个好事情呢。你继续修就没有了，嗯，你继续修，比如说我也继续修，我照样明，但是东西他就印不过来，里边空了，就说你那个明变成空明了。有能印过来，你还是那个明不空，知道吧？有一个，你头脑中有个光明像，它就印在光明境界里边了嘛。你继续修那个光明变成空明的时候，它里这个空明里边就没有镜子那些东西了，它不像一个东西。你能印到虚空中吗？一个东西是印不到虚空里边的，是吧？哎，它是个修正的过程啊。刚刚走了哪位师兄说送我一句智慧的话，智慧的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智慧的，是吧？其实没有真正的智慧可言。什么叫智慧？当下处理事情的能力，这就是智慧。在佛的角度，真正的智慧是处理轮回的能力，这是佛的智慧。它只可以从时空轮回中解脱，是吧？其他众生不能。我们可能有各种能力，比如解决现在的问题，解决一些疾病问题，哎，我们从中医西医的角度、心理学的角度、佛学的角度、跨维度的角度，但这些能力也是在幻境里帮助众生。众生根本的生老病死是解决不了的嘛，这才是你只要在六道轮回，总有一天还会出事的，当然有事嘛，是吧？恩恩怨怨、善善恶恶，大家因因缘缘的这样子搞来搞去的，你出了轮回才算你智慧。佛的智慧不是一种理论的知识，是一种能力，知道吧？出轮回、出生老病死中解脱。